大灣區本身是一個很大的市場，而另一方面也有很完整的供應鏈，所以對於港資企業來說，無論是從開發市場也好，或者投資方面，都是一個很大的機遇。當然其實大灣區有很多不同的城市，這個一個系列其實我們是每一個城市都會去舉辦的。今次就是選擇了就是惠州，本身其實惠州其實都是有很多很大的外資企業是會在這裡設廠的，所以變成其實是從客戶開發來說是一個機會去給港商去投資。而另一方面的話，其實我們看到港商在惠州那個投資其實比其他例如東莞是少一些的，所以其實也都是有一個市場的空間是給他們去拓展業務在惠州這裡。